位伴郎伴娘，也热情的掌声。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男主角游鼎尧先生进场。时刻到喽，让我们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王桑文小姐以及王爸爸进场。请我们的新郎鼎尧给爸爸深深的一鞠躬，谢谢爸爸愿意将宝贝女儿交给最信任的女婿。接下来我们请爸爸呢将桑文的手交到我们鼎尧的手上，那在交付的同时呢，也将满心的期望与衷心的祝福传达给他们两个人，希望呢他们从今以后呢能够守护彼此的誓言，生生世世恩恩爱爱。让我们掌声请我们的王爸爸先行入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新人，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走向最幸福的红毯，迎接最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舞台上呢，为我们的新人准备了一个香槟塔，请我们的新人往香槟塔移动。请我们的新人呢共同携手倒入这个幸福的泉源。香槟塔看着闪耀金黄色的香槟缓缓坠入杯中的同时呢，也象征着两个大家庭的薪火相传，幸福的延续，白头偕老。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酸甜苦辣，两个人都会携手共同经营以及分享。那让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来祝福这对美丽的新人。桑文互许承诺缔结良缘的日子，我们的新人能够站在这里，除了认定彼此之外呢，也因为有双方家长们的爱。现在呢，就让我们以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双方家长一起上舞台。所以呢，我要邀请现场的宾客呢，举起你们面前的酒杯。来，请各位呢，将你们面前的酒杯举高，让我们的新人都能看得到哦。那我们一起呢，祝福台上的这对家人呢，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干杯！干杯！
相信呢，因为有着幸福的酒，也代表他们往后的婚姻爱情长长久久，圆圆满满。请各位嘉宾呢，给我们这两个大家庭的结合一个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跟新人一起。请爸爸说的这句话哈。各位长辈、亲戚，还有我所有的认识的朋友，还有我大学同学、师院同学，还有我球队的，还有我从远方来的朋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ar away come from here for the wedding party. I'm appreciated.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新人气息，我们的新人呢，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要帮跟各位朋友拍一个照。那我们请大家给他们一点热情的掌声。我请我们新人入席。